上课啦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两道选择题，这种题目经常在我们考试里头出现，认真听。三克盐放入20克水中，盐占盐水的几分之几？很多同学拿起来就觉得是3除以20，答案选 A。 错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是什么？盐水，所以应该是盐多少？盐有三克，而盐水那就要盐加水的和，所以3加20是23，而我们占就是除号，所以3除以23，答案应该是 B。好，下一道题，9/2的分子加上4，钥匙的分数的大小不变，分母要怎么做？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根据它题目要求写一下。9/2的分子加上4，我们口答一下，分子就是2咯，2加4等于几？2加4就变成了6，对不对？钥匙的它的分数大小不变，要相等。那我们根据分数的什么？分数的基本性质，分子乘了3，那分母也要来乘3，3、9、27，所以答案应该是乘3，选 C。